我的小可爱们终于到了，这玩意儿现在是真烧钱，没敢要太贵的，就这均价也得300一条。还是老习惯，只过温不过水，泡上20分钟直接入缸。蓝瘦的品种确实太多了，这里面大概有红牛、五花、奶牛、紫瘦，还有一堆我听完就忘的名字，能认全的鱼友可以教教我。不幸的是有两条水墨状态不好，但也没办法，水墨受基因影响，有70%的概率到家就会躺下，能不能恢复全看天意。不过其他的鱼还好，领头鱼已经开始带队巡逻。然后新缸养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主鱼进缸之后战斗才真正打响，尤其是这种比较脆弱的鱼种，接下来一周到一个月要根据鱼的状态和水质指标不断调整，说白了就是伺候主子当保姆。最近会持续分享这个缸的情况，有兴趣的鱼友可以交流一下。